台下33位有没有你们特别想听听他们的评价的？你看这帮下面低头的啊。开玩笑。选个那个子龙。子龙。B boy 子龙。哎。Please 点评。你们可以认点评委中的一位，让他们对你们的表现进行点评。你怎么点评？别找我啊！小鸡，我希望别点我，那我一点都没想。Harry 队长，想找一个比较有经验的，而且正好在中间的一位。再看后面的那位，肖杰哥，想听一下你的。吓死你！